雅各书第四章第二至第三节，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，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争战也不能得，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，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，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。你现在亲眼见到的就是在锡安当中，如我所说的，我又开始叫搞起这间教会二十几年的时候，已经要靠睇餸食饭底下去搞这间教会到今日了。 OK， 我不是说今日不用，那你想想，如果我们全教会都洗到日，不用睇餸食饭，我们会几大复兴？你有没有这样想过呢？ OK， 就是我讲的这件事，是不是？即是你们来这间教会已经享受这么多了，是不是？可不可以还返少少给我呢？你可不可以给我，等我做得轻松一点呢？你使我能够可以即是似返你们属灵的父亲，那你们回报返给我，就是你们做返这个原点呢，就是悔改呢，就不要看其他东西了，你就是看返这样东西得不得呢？可不可以呢？能不能使到我能够在被提之前，我真的带着一间同心的教会，而不是因为这间教会实在太好，就算有一大班不同心在这里的人，我们都能够做得好它，是不是理想这样呢？咁你对唔对得住神，对唔对得住自己呢？你曾经活过喺呢个世上，而但到最尾你喺被提嘅时候，你被提唔到兼嘅落地狱，你对唔住神，亦对唔住自己啦，系咪？所以变咗调翻转啦，你亲眼见到就系话呢间教会系凭一个人去开始嘅 ，OK？ 而喺过程当中，神俾咗好多策略我，使到而家你睇到去到咁嘅程度。但系问题呢间教会当中仍然有好些人，其实系根本唔系合作嘅，根本其实系。只不过嚟一路取利嘅啫吓，但系好唔好咧？好唔好？剩翻咁短嘅时间，开始去行一个好嘅信仰啦，一齐去同心啦，不断嘅去悔改啦。你当系回报你呢间教会当中所得到嘅祝福啦，回报少少咁多，系咪？使到我又话唔使睇餸食饭底下去搞呢间教会啊，然后大家一齐去睇下呢间教会有几劲，好唔好？咁系咪一个又话嘅？奢求呢，我再强调就是说，在你听了这篇信息之后，我不是说、希望间教会互相指责互相指责，哇，这么重恐怖。我现在说的所有都是对你的，是你针对自己，不是说、是啊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、又说你说这样我知道了，我家就要责任这个人、等他悔改了我才悔改，这样哇，这样你还衰，听了这篇信息还衰。因为圣经里面每一样给我们知道，就是教我们怎么去买油嘛，是吧？我们知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我们不知道别人的背景是怎样，但我们最清楚自己，当我们听真理之后，我们最清楚自己是怎样。所以变成当年我回来不是指责人、你改好、就有救了，你改好就有救了，是吧？如果我用这样的方法，我是听我救到一两个已经很厉害了，是吧？但问题你看到我不是，我做好自己，但你看我现在是不是救一两个人？不是，我现在建立了一间教会，而甚至有很多就圣经里面所说这个大树的这个的例子，就是一棵芥菜种，它长大变成好像天国那么大一棵树，结果甚至有飞鸟住在里面，是不是？你会看到甚至我们可以这么大祝福到的阶段，很多寄居蟹这生存在我们的祝福底下，不悔改都有的，是不是？都得的，是不是？那已经见证给你知道，一个人不针对别人去悔改了，只是针对自己悔改可以有几大改变。我现在想讲的就是说，我希望全个石安上上下下只是做自己，針對諗翻，你思想翻，有啲人直情唔使諗得遠嘅，你淨係諗翻今日有人責備你邊樣嘢，話恥笑你邊樣嘢，咪就改嗰樣嘅咯，係咪？已經可能多到好難搞啦，已經係。唔好講話你過去十幾廿年，我講緊就係話每一個針對自己。當你哋每一個針對自己嘅時候咧，你哋就先至開始呢個改變嘅 process， 即係話開始改變嘅程序。就好似我過去八五年翻到嚟。先至系叫做开始改变我嘅程序，因为我愿意开始悔改嘛。所以我好多嘅缺点啊、生活习惯啊、我做嘢嘅方式啊、我嘅态度啊、处事啊，全部圣灵就帮我改。所以而家我系听你肯接受呢个真理，你都只系开始呢个程序嘅咋吓。但系起码当你一开始呢个程序嘅时候咧，你发觉好多嘢唔需要变动啊嘛吓，即系话有好多嘢，咦哇，发觉搵呢个人做。越描越黑，越做越衰，快啲轉咗佢。唔係冇才能喎，不過唔同得任何人合作嘅咁樣。你而家你唔使啊，你哋而家如果出個社會做嘢，你知道我講緊係咩啊？有啲人係咁樣嘅喎，唔係講緊教會裏面，我講緊係外邊啊。有啲人唔係你嘅同事，甚至同佢做生意啊，你覺得哇又冇交代，又冇交代，哇點合作啊？或者你唔好揾佢做咯，即係唔好揾佢整車咯，唔好揾佢
做呢盘生意咯，咁样系咪？你睇到世界充满呢啲啊，但系问题点解我哋要真系将呢样嘢搬入教会，然后仲沾沾自喜咧？咁样，但系真系有咁嘅人 ，OK？ 而嗰人就系你，而家我讲嘅系你吓，咁、啊、所以变咗系你要改 ，OK 吓、啊，即系唔好话哦，拎咗啲边信息啊，你睇下日话白纸黑字喺度讲咗，你快啲改咁样。唔系啊，唔系讲紧你嘅太太，唔系讲紧你嘅老公，唔系讲紧你嘅家族负责，唔系讲紧你嘅对一，系讲你自己啊，甚至唔系讲你下边啲人吓，唔系讲你下边嘅对一，系啦，唔系话哦，我听咗啦，熟读咗啦吓，翻嚟我今日对一你，你睇下又话讲紧你啊，而家呢度仲唔系你咁样系咪？咁就嘥气啦。喺咁多年当中咧，就系、是、专系最叻咧呢种耍太极嘅人咧，就系、是、使到我睇中食饭嗰啲咧，就好识话人噶，好识射博噶。但是他自己是最衰的，当然感谢主九成九都走了，这些人感谢主，因为他们能够看到在石安的空间，利用我们的所谓弱点，是不是很多东西不会说管教他，那些东西不会做到太离谱，他就还可以在苟延残喘，但是神踢走他 OK， 甚至他还要带一班杂碎走添，很多事。所以这篇信息是针对你的，只要你做好的话，我想你知道，你就会影响的人是超过你指责到的人，明白吗？譬如举个例子，如果我回到来香港，是不是当时以一个学生身份，我可以指责人，是不是？但问题你都要人肯听你，你才指责到的嘛，是不是？我当时我真的不断指责人，而肯听的人给我指责去改，这样都绝对不及得我指责自己先能够帮到人的多。所以你看到我改变自己是好过我去指责人的，即我改变自己才能够改变我的生活环境。有些人只有一个完全相反圣经的原则，他觉得不断指责身边的人，改变身边的人，指正身边的人，那他就有一个美好幸福的生活了。其实不是的，他会使到自己和人家都没有一个美好幸福生活。其实在圣经里面清楚说，我们是要改变自己，你改变自己就改变了自己身边的世界，而因为你改变身边的世界，甚至连身边的人其他人啊，都因为你改变的世界而得到幸福的。OK， 我自己就是一个这样的榜样，所以变成你们可以都去这样做，就是说你改变你自己，不是说你走去指责人，因为你不断去指责人的话，只会使到你和人家都痛苦，起码中间的友谊都已经受到破损。但问题你去指正和改变是你自己，甚至到一个阶段，连身边好人坏人都因为你改变的世界而存活在你的幸福里面。我自己就是一个最明显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个例子。石安就是因为这样而成立建立到出来的，是吧？你今天回来信主，你岂不是听我讲的信息，是吧？但问题这些信息，你如果不悔改不改变自己，就可以神会给我？不可能的，你知不知道？所以这个就是我讲这篇信息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。雅各书第四章第二至第三节，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，你们杀害直到又斗殴争战也不能得，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，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，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。在每天盼可靠紧你，常应奉全热诚赞美，尽我心愿尽情从不顾忌，心只盼持久坚守真理。神活到如神光有美，如诗章于我心深刻记，常随着你百满走千里，没言辞可平，心应份尽意尽情兴起，常随着你决意往天国寻觅，枉费真理心里永远热诚爱你，常随着你